这雨下的真是够大的，这！哎，天哪，这雨下的真是够大的，这！简直了，这！哎呦，简直了！你看这大闪电！哟，小盛，你在这儿啊？哎呀，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那怎么了？你不在这儿啊？ 啊，也是雨下的那么大，你开车回去也不方便。我不是前日让人修了修这房子吗？不是漏雨吗？雨下的大了，今儿过来看看漏不漏。哎呀，漏了！你看我就知道吧，他骗我。我跟他说没修好吧，他还不承认。看看那次我去啊，次卧呢？我天哪！呀，也漏了，床都湿了。 阿姨，我那水杯洒了，床都湿了。哦，你撒上水了那是？啊。哎呀，那这屋也漏，这屋床也湿了，那你这你俩咋睡呀？哦，那是这样，小盛，你睡这沙发。那你跟我回家，跟我。你快别胡闹了，这沙发他一个人都睡不着。你跟我回去。为什么要回去啊？哎呀，你快别闹了，你小盛工作那么忙，你赶紧跟我回去吧。 快点，你快点走呢！快快快，早点休息。哎，你早点休息啊！走走走走，快走了，快！别催，催命！那个换鞋，拿包，快快快快快！妈，啊。 抱歉，林氏要出差，回来了给我打电话。哎，你。喂，公司临时决定要出差，估计后天可以回来吧。 到时候屋顶应该可以修好了吧？我一会儿就让工人过来修，肯定修好了。而且我查了，近一个礼拜都是晴天，不会再下雨了。好，那等我回来。